乐部。接下来登场的组合来自通化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于心怡和刘天意，韵律舞过后暂列第三位。本赛季的自由舞选自长安城和紫禁城。来自通化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于心怡和刘天意，这对组合为我们带来了一套非常有趣的节目。这套节目是分为两个部分，两个部分的情感是不一样的，那在他们演绎来看也是让这个节目非常的有层次。
看到这个节目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的编排。非常新颖的一个弧线托举，后半段的转体托举，这两个托举是属于不同的感情的两个托举。这对组合也为我们展示了青春无敌啊，表现得非常的出色，可塑性很高。技术分53.39，就节目内容分37，最后得分90.39分，总分149.35分。